来看到过年这段时间的天气啊，根据这中央气象局预测啊，在过年这段时间天气可能又个湿又个冷哦。这表示讲，这21号小年呀，因为这东北季风会较透，这温度会下降，落雨机会提高。22号强烈大量热气团又个要来，诶，连续几日讲苗栗以北的这气温可能敢遐剩十度尔。气象局表示讲，这今仔这两天啊，拢是这个好天的天气。21号这东北季风会较透，温度会渐渐落来。另外在这个22号开始有强烈的这大陆冷气团会影响到台湾，温度会继续下降。上无在25号以前，这苗栗以北东北部沿海宽阔的地区，加这马祖加金门会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，乡亲一定要注意讲情况较少。来看到这各地详细温度了。而且北部地区拢出日头，温度是18度到24度。在中部地区是19度到24度。南部地区是20度到26度。在南部地区，这台东甲南势有落雨，温度是19度到24度。花岛的朋友，金门马祖是31度到20度。